今天的科研紧身去来看看大风哥要来教我们什么客家谚语。学年轻神气，欢迎收看学年轻神气，我是太风哥。今天啊，我要教大家的是发不好讲事，是不好做切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指人说话做事情都要留余地，不要做绝了，要了解外面的气候，做好及凡事啊多留一步给别人的意思。举例来说，小娟讲话总是尖酸刻薄，同事离职时还不忘数落对方，小花就提醒他说：“发唔好讲事，事唔好做切。”告诉他，毕竟是同事一场，多为对方想想，日后啊再见面才不会心有芥蒂。海家替爱哥讲一拜：“发唔好讲事，事唔好做切。”暗自说，张来了。